超度，超度是谁的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我跟你说，说到莫名其妙的，你点进去就可以知道是谁的、啊。你点那个贴图，点一下。我等一下看。哦哦。会不会有人在那边买衣服？不会吧？哦，棒！你在考虑上班吗？啊？没事。Go！ 你在考虑你明天要不要上班啊？没有，我在考虑你要不要上山。我在问你。啊，上。我听成你在考虑你明天要不要上班。我说真好。等我当老板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高级上班族。哦，呀呀，小厕所不知道是不是人，有没有看错？看错了，是一台奥多拜。哥哥，我先去前面房区探一下，没有你们再把车开过来。对，大殿的车没有动，但我觉得在大殿。下面大仓有的，这个好像没的。我刚刚稍微看一下，感觉是没的。我是做个规矩。我来吧。你下面那个凹就可以了。嗯，当初没人喽。